国立清华大学与元大金控合作开设金融交易实务课程，授课师资阵容包括元大金控、证券、期货、投信的14位资深主管，吸引各科系，包含工学院、资讯所等等科系学生选修。60个名额一开放选修，马上被学生报名一空。我想我们这一次是跟那个元大金控啊开这个金融交易实务，那很符合现在这个数位金融的时代啊。尤其是那个这个 AI 智能的时代，如果透过这个金融交易实务，把这个第一手的这种交易这个实务的经验呢、啊，给这个学校的学生，我想对学生呢、啊，从这个学术上所学的，再跟实务搭配，对于他们未来到职场上去找工作啊，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这样，这是开这一堂课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新推出的金融交易实务由清华大学计量财务金融系兼任副教授马瑞成主持。马瑞成是现任元大金控董事。马瑞成指出，因为希望鼓励任何科系的学生选修，在选修上没有设定严格的条件。那如果真的有需要老师这边来支援协助的话，那学生可以在上课前或上课后来跟老师这边来讨论来交流。基本上会有专业的部分啊，那可是我们不希望因为这样排除掉任何学生想要吸收金融交易这方面实务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在选课的这种就是原则上没有定很严格的我们事先要拿一些这种必修的课程，我们把它排除掉，其实是为了学生的这种希望他们都能够大家都能够选。那如果真的有一些他们就是不足的一些知识的部分，那我们会鼓励他，也协助他再加强。林哲群进一步指出，理工科学生经过金融交易实务课程的洗礼，未来就业时也可镀金跨足金融领域，成为符合下一代需求的数位金融人才。凯普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